就当我一说到哼鸣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什么感觉？就是你的身体的所有的感觉，你收到的讯息是什么？阳光往上走。哎，对对对。OK， 哈哈哈哈哈。OK，Go。这个声音的里面，起始音里面听到有那种杂音，杂音呢就是说你稍微用了一点力，连这一点都不要，你就是正常的自然的，就是relax 放松的感觉，你不要试图说控制每个音，不要控制啊。OK， 对。对，自然的，能是多大声音就多大声音。控制音量，对，但是呢你用力的时候呢，我建议不要是那种很猛的，因为刚才一说你是很猛烈的用这个腹式呼吸，这个丹田用力，你要像揉面一样，和面一样，这慢慢揉下去，这样会比较温和一些，太明显了，你想你唱歌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会太突兀了，对不对？再来一个。 OK，保证喉咙放松哈。好，妈咪哼的不对啊，您直接一个低八度哈。我们现在已经是高八度了 ，OK， 您是低八度哈。妈咪暂时别捣乱。好可爱，很舒服的这个好可爱。我们是正在唱这个高音的，然后妈咪一个低八度唱的，还自我感觉特良好。OK。一个呜的高音，高八度那个刀呢，容易呜有点挤的声音，会在喉头的感觉。再来一下，还是要有一个拗子的音，要拗啊，这个音啊。对，你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哈，你的声音是。有个 O， 那。那个拗子要唱完整。比较圆一点声音哈，再来一次哈。
好，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纯颤音。就是可以说是无效的，对，因为你这个是那个气很大，气流很大，就是那种，但是你没有想是要那个里面的那种紧迫的那个那条那个气息，这个是练那个气息的，你的气息很松啊。这条呢你太用力也不行，打不出来，太松也不可以，要这个力量要刚刚好，所以它练你的这个气息的控制，力量的控制很重要哈。我们再试一下。 OK go。 对，你盯住第一个音，起始音，你容易先气先走先，那个声音走先。它是这样的，它这个歌是雪人，所以你要是温柔的进去。好了好了，但你是好了，就是你想唱清楚那个字的时候呢，别人听起来已经怵了，所以这个好冷是一个你可以像叹气一样把它唱出来。好了，对，这个感觉就比较好听一点哈，要不然的话那个太冲了。好冷，雪已经积得那么深。很好。Merry Christmas，Merry 也是冲的。Merry。Merry。对，每一个字，你每一个唱每个字的时候，你就想象。你的手去抚摸一个绸缎，哎呀，这个缎子很光滑。然后，如果你的手要是不光滑的话，就是不柔软的话，你摸上去就刺啦那种感觉。所以你要很小心的、轻轻的去抚摸。所以每一个字都要那种抚摸的那种感受，好不好？也不要一下想放到哪，砰搭在那儿就出去了，就不好了啊！再来。好了，雪已经积得那么深。很好。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加一点气声。好冷。哈哈的气声。整个冬天在你家门。对了。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等，对，这等的很重要啊！轻点，轻点放，放下来啊！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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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雪很好，你把它打开，你不要说雪，哎，吸到嗓子了。雪，你看它从大筒里出来的声音是这样的，就是有气声，就是雪，雪一片一片。雪，不要用那个力量，就不好听了啊！再来一下哈，你接前面后面这句话。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等。你是拼出你放在嗓子这个地方，直接上去，喉咙放松。拼出你我，你并去虚的讲音，哎，
迎着你我的缘分，你我不要你我不要顶嗓子，迎着你我的缘分，然后我的爱，这个我的两个字是真声，要用力，爱一下收回去，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这个心疼也要很注意的处理一下了。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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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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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静静。其实最难唱的是一片雪，这个力量很难掌握，这个递增。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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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这个递增的力量很难掌握，你有时候会唱的平，有时候会突兀，所以这个你要再注意一下哈。在天空静静，静静也是假声，虚的。但是这个假声有两种，一种假声的声音听起来蛮亮的，蛮有力量的，但是在这里面需要的假声都要暗的，要虚的啊，才好听。你不能在天空轻轻，也不好听。在天空轻轻缤纷，眼看春天，眼看眼，加一点点那个叫什么哑音，眼看，再加点哭腔。眼看春天，眼看春天就要来了，来了。都是近乎那种说话、叹气和那种朗诵的那种感觉去唱这个 melody 哈，不是去唱。映出你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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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在天空静静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你看啊，其实呢，你都唱到了我说的这几个点，包括眼看春天都唱到了，但是你缺乏的是什么？你缺乏的是就是 hold 得住。你每一次呢，你也是在做这个音，唱到了这个音，可是呢听起来总是觉得好像缺了那么一点点，缺了那么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可以第一理解为对这个歌的那种理解的那种感情的那种把握。你现在还是属于好像在先把这个唱下来再说，你还没有完全进入他的这个歌曲的角色里面。你看这个女孩子，她比作雪人，她说这个雪人呢，太阳一来的时候雪人就化了嘛，会很伤心。其实呢她也是预指在这个感情这个里面好像是不存在的，就是一段伤心的这么一个情感，还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这种意境在里面。你可以这个歌可以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你可以只是把它单纯的想做真的是雪人没有了那种伤心，但是也可以预指一种情感。所以说在你唱的时候你脑子里有东西。所以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这首歌这几个轻重音，对不对？假声用什么，那基本上这整首歌呢都是差不多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基本上就逃不出这几个点。那现在呢，我需要你重新的整理一下你的心情，当听到这个过门前奏的音乐响起的时候，让你的心整个进入到这个歌曲的状态当中，进入到雪人的世界里啊，白茫茫的这个大雪，然后那个小女生站在那边，然后抒发这种情感，进入这种状态，好不好啊？好冷，雪已经积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但是感觉很好。Are you my snowman？
痴痴痴痴的等。拼出你与我的缘分，我的爱因你而生，你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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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轻轻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但是当然对我们来说可能觉得还可以再到火候一些，但是这个不强度要求，因为每个人的年龄对这种情感对这种很多事物的看法不一样，理解不一样，就像我们那天说另外一首歌一样，对不对？那万一也许你做得很成熟很老道的时候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可能会觉得就是太油条呀、啊、这样子，反而你这样有一点点带一点点声色可能更符合你，我觉得哈，所以我就持保留态度，我们继续唱下去啊，整个感觉很好，就是有时候你会唱的时候某几个音，我说这个音准有问题，就是你那几个字会声音掉下来一点点，那个音准的连半个音都没有，就差那么一点点啊，注意哈。所以这个也是在细细我来说一下啊，这个歌的整个大概呢，大概的这个情感大概的意思你都唱对了，但是就是还没有一些细节，细节的话呢要想处理得更好，要在每一个字上都要不断的练，就这个你就不能怕烦，因为你看我们刚才跳跃来跳跃去就为了那两个字，那如果要抠字的话呢可能就不能是，你看我们现在把整首歌已经唱完了，大概就是告诉你整首歌就这么一个意境，但是你接下来做的事情呢就不要说一下唱这么长，你呢就一段一段，有些一句在一句里面先抠好，看这一句里面有哪几个字唱的不是那么妥当，不是那么对，然后你就把那几个字不断的那个音练，一定要练得很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呢，那每一句里面，比如说，第一句好冷，也不容易过于夸张，对不对？夜雪已经积得那么深，你不断的重复第一句，唱到你觉得满意，然后再开始。Christmas, Merry, Merry, Merry， 到底用多大力量？你不断的再去踹，然后呢，让他每一句都觉得很舒服了，然后再到下一句，然后到下一句里面，之所以让你觉得 OK， 是因为确实落到每一个字上，你都很 perfect， 很专业，音准也好，情感也好，这样才整首歌加起来才会可以。但是今天呢，我不能再逼你唱什么了，因为你刚刚才学过这首歌，需要对这首歌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我今天说了这么多，你只能是先想一想，然后需要一个对一个你的时间，去对你来讲需要时间，好不好？好。来，妈咪。我唱个什么呢？你唱一个之前唱过的。